哎，玻璃哥过来看一眼。一级来骚扰。Shadow 其实血量挺残的，在 AQ 捡到树了，可以继续追着 A。追不上了，主要只有一级。可能不太会发生一些事情。感觉要发生事情了，没发育。想要发生事情了，有红度的，但是 Rich 先扛了下塔，看谁先手。Carter 在等。那 Fairies 过来撞到了，但一技能拉的还不错。这边的话没有用红盾去破这个盾，先给交出来。卡萨扛了一下，他死了。哎呀，这边出问题了呀 ！Rich 交闪 Q 闪 Fairies 双杀到手，技术属性本来就还不错。我感觉如果双五级的话，区域还挺有机会的。就现在面板确实最好抓的是铁男，但是感觉还是需要状态稍微满一点，因为毕竟猪妹提供不了多少伤害。那鳄鱼这边感觉红豆 Q 也得去留着去破铁男这个盾，不然这盾可能真不好打掉。而现在卡萨有个问题，就是他的野区会可能会持续遭到攻击。卡萨又来了，但是被这也给看到了。Shadow 在往这边摸 W 技能被打断掉了，应该是。哦，这个被挂了个点，然后直接往后撤退，踢到了卡萨上去，但伤害肯定是不够的。而且夏洛川组其实撤的挺快的，但金克斯的闪现还没有好，闪现差点很有危险。Eric 被减速到了，大招也中，配合 Rookie 的伤害直接灌死。那 Fernie 自己把 TP 给用掉了。小这边塞纳塔姆开始占主动性了，哎，砸过去了，被禁锢了的机甲，这里减速能跟上吗？不敢继续追了 ，Eric 的致命人肉叠出来了。夏洛金克斯加卡尔玛镀层被吃太多，哎，预判性的大招，但是剑有走位没有中，可是被大招给减速到了，把那个大招拉到了两个人，接将闪现把维尼给踹过去，但是踹回去以后把尔玛剑给踹死了。选这个英雄打野特别想法，嗯，然后打团能稳定自爆，嗯，关你一个进去。夏洛这边一血塔马上要拿到了吗？直接拿了，那这把就。感觉上路铁男飞起来可能对于老哥来说是一个，来看一下老哥要怎么出手啊，这个阵型有点差。是的，铁男已经挤过来了，一会儿感觉他都可以直接把直接大招找金角，金角这边被咬了没有动过，一脚把人给踹走，大招只拉了一个人发条，而且 Fearless 被打残了，交闪现直接过墙，这么老哥有点撤，可以给他减速到 Eric 也交上自己的闪现，那应该是追不了了，但是反手还可以继续打这个先锋。 Rishi 藏在这里要找 Shadow， 插眼过来好像逮住了 Shadow 的位置，但是应该还要继续打，但盲僧这会儿已经绕过来了呀。这波是想着对面状态不是很好，人也不多，但是金角复活了，但是队友来了。Shadow 手上是有惩戒的，瑞奇想单帮助 Shadow，Shadow Q 上去了，惩戒已经交锋了。那这样的话只能看自己谁 A 到，被 Shadow 给 A 了下来，可是不敢去捡这个先锋。哇，虽然惩的有点早，但最后还是 Shadow 拿下这个先锋。虽然先锋捡不了的话，但是没有给威武拿到，刷新了。这把前期的这些龙节奏还是比较快的，啊，这波机会这长得太好了，卡萨。不得不说，卡萨的资本一直都是有说法的。是的。又来了，又是找 Eric， 但 Eric 这波是有进化的，卡萨扛塔不干的，直接吃进去。他好果断啊！在这个位置关了 Rookie， 但是 Q 技能歪掉了，现在就只能看他们两个单挑，在轮回绝境里面就追着 A 不管，直接用 A 死了，而且八条大招又打到了，看到一个人 Rich 被拉了回去，这里 Rich 交出自己的闪现，八条球跟上配合艾莉直接斩掉 ，PP 干了也被 Q 技能 Q 了，开了个一技能的护盾，还要继续追，伤害不够，交出自己的闪现 ，PP 干的。这一波金克斯这个进化还算是救了自己一条命啊，没有这个进化感觉第一时间就捐了，对，可能要被秒了，哦，伤害好高啊，有点吃不住啊，又白掉一个，对，而且刚刚铁男应该是 TP 绕到了后面的视野，所以直接算是断了威武撤退的后路。 TP 过来直接关飞机，这进去 Fairness 真就是一锤一锤活生生敲死了，完全不用操作，烫贼痛啊！是的，这波是鳄鱼拿到了铁男的一个赏金，战斗力也没有说特别的强，现在得尝试，就对于我来讲得尝试让鳄鱼在单带线上可以出一点，但是杀到这个位置被打了一套，哎，又有 TP， 鳄鱼的 TP 过来了 ，Rich 有机会吗？先咬 Shadow 一脚给踹开，阿姆的 W 技能 Shadow 闪现躲，侧翼进攻到了 Eric， 但距离太远了。Shadow 绕后踢过来 ，TP Guard 吃的非常快，但是这波是个四保二 ，TP Guard 吃的人有个加速，选择卖自己，卡萨大招再帮忙减速一下，那只能牺牲掉塔姆了。
视野。 Shadow 又来了，但这波 Shadow 是没大的，就要勇于怕，就不管，就要上去玩一下。哎 ，Rookie 是最喜欢换扫描中单了，但这边的话 TP 了，小阳光大招拉到 Rookie， 但是有骸骨渡层挡了第一波伤害，闪现过墙的旁边有个金角 Q 闪 ，Fearless 斩下了 Rookie 的人头，卡塞被迫交出了自己的闪现。卡萨也没惩戒，感觉这波也没什么说法。前脚大招想杀人动 Fearless 吗？一阶把卡萨给拉住，哎呦不好抢啊！波利哥也放了自己的大招 ，Rich 开大，这边想四打五，但是卡萨已经被关进去了，完全打不过 Fearless。先斩了一个卡萨人头，而且 Rich 的旁边跟 Shadow 单挑也没什么伤害，还在粘 PP 盖的 QW 减速到 PP 盖，看这个洞很厚，但 Fearless 太能打了。但这个位置感觉顶不住了，开了一个金身，护到队友来正面，因为金乐斯已经拿到了带着炸包的 Rookie， 还有是真的有点缺伤害，尤其是当没有 Rookie 的情况下。嗯、很果断，直接 Q 闪。看到朱美直接关。不知道有没有成，但是就不给抢龙的机会。嗯，哇，老当年玩的特别稳，避免一切被翻盘因素。现在 V 五正面除了哎来了，刚刚说到的大招，但是动到是个 Shadow 这线是比较高的 ，PP 刚都被大招给拉住 ，Shadow 又踢了上去，一脚再把人给送走。铁男这个时候才来到了正面战场，但是威武几兄弟的状态都不是很好，现在老哥应该可以拔得住高地的。高地没了，而且下路兵线马上要续上了，菲尔内斯就拦在这里，威武拿他没什么办法。这准备扛着塔过去吗？他打得好凶。他是根本就不怕的。哇，发条，他太勇了。钻上去，剑交闪现 ，PP Guard 还是挺肉的，有个白盾，菲尔内斯关了一个 PP Guard。但是 PP Guard 一走到塔下，一锤直接敲死 Fearless 出来，还有个金身，好能吸啊！ Rookie 早点一打完了，收掉了 Eric 的 Shadow。威武找了一波机会，是吧？感觉威武整体都很迷，就节奏怪怪的。突然感觉好像第一波越塔出了点问题之后，后续虽然下路有一波很好的 gank， 但是再后面的一些先手都是被对面成功化解掉了，找不太到节奏了。还是得打，这个时候只能这样背水一战了。对，不打的话，这把比赛可能就没了。查也看到了，大招已经放过了，动到的又是 Shadow， 那这样的话，卡萨又没大了。哎，这个位置开始 Q 上去的，绕后的位置有点致命，他关谁？直接关 Bolig， 关到了以后 ，Bolig 交闪躲了个 Q， 但 Fearless 闪现 A 了上去，追着 A Bolig 还在拉扯。但是好像没什么用啊，但是逃不掉呀，但是出来的一瞬间被 Bolig 给吃了进去，可是 Rookie 已经倒了。最关键的输出点没了，非常好，现在金克斯已经起飞 ，PG 大的这个位置也要被留住，而且自己也给找到了 ，JQW 直接收下人头，打一波结束了，零换五的团战，那应该是可以顺势一波，因为兵线也非常的好，现在中上两个兵线都已经到了，只剩一座门牙塔了，那感觉这把老干爹也是比较轻松的拿下了呀，是的，30分钟的时间直接结束掉比赛，让我们也是恭喜老干爹率先获得了 BO3 第一场比赛的胜利。